你就有点脸不？吃个饭跑出去吃两三个小时，啊？是吧？我都不想说你，我跟你说，喝酒去了是吧？啊？出去喝点，再喝点，再透透，快去。那你去吧，嗯。丈母娘呢？丈母娘呢？我都不想说你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赶紧，哪凉快上哪去啊！头晕。你再喝点，头就不晕了啊！去吧。你买个葡萄。我能吃葡萄不？我这会儿。能吃不能吃，不是给你买了吗？对不对？给你买牙膏、牙刷。我不用，我有孕妇用的，那是给你自己买的。老三的。出去给你买东西去了。你行了吧？你看你那样儿，谁是看不出来是咋的了？你赶紧去再玩会儿啊！你去出去再玩会儿，好吧？胖吗？去吧。还想胖？出去玩去吧啊！你赶紧在，你今天晚上就在外边睡吧啊！拜拜。哎呀呀呀！你别，你干啥呀？关门。你干啥？今天不是，是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日子。咱不是出院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赶紧删远，不想跟你说，给，也比较顺利。我让大家，我拍一下，就是想让大家看看你这德行，你知道不？都当爸了，你还这么不靠谱。别拍。你赶紧给，不拍了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去给。这出院了，这不就？别说了，闭嘴，去出去去，你一身味儿，去出去去。你离二胖远一点，好吧？你不要熏着娃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滚蛋！你出去！别这样呗！出去，快点！你轻一点，赶紧滚出去！这谁给的红包啊？滚出去！这谁给的红包？我姑给的。多少个？出去！哎，哇，这红包，这是多少个红包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这多少钱？五千。你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！你别在这儿，你全是味儿！出去！哎，你别干嘛嘛！滚蛋！呀，你干嘛嘛？这你干啥呀？你把我红包给我夹，你赶紧，有哪凉快啊？去上哪玩去？好吧啊！我今天我跟你说，闭嘴！我这几天太心力憔悴，精力疲惫，我这个晚上这不是、我不累，我不疲惫，我也出去喝点，好吧？这晚上去。赶紧，不想跟你说话，不要惹我发火。给你买了葡萄什么的，我没见过葡萄，我没见过酸奶。听话不听？哎呀，这出院了，这我本来是。闭嘴！我也没喝啥。闭嘴。我就出去坐那儿，快点玩你的串儿，看你的故事会。
我玩你的串儿，看你的故事会啊，去给。我真没，我就弄了几瓶啤酒喝了喝。我说了，玩你的串儿，看你的故事会，好吧？不想跟你多说话啊。我也没喝多，我就是头有点晕，我就弄了几瓶啤酒，要了40个羊肉串，又要了一个花生米毛豆，又要一份酸汤饺子吃上。我这有儿子了，我这心情好，这我啊，那你继续喝酒，去吧，对不对？我回来的时候我也不忘了给你买点葡萄。嗯嗯嗯，对不对？不忘了。行了，我不想跟你说，我要去休息了。给你买了老酸奶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要去休息了。你交代的，买了给。好了，你别在这散德行了，我要去休息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你帅气的崔弟，崔弟我又来了。我这个今天我们刚从那个医院嘛，这个搬到这个月子中心嘛，这个媳妇呢开始坐月子了。坐月子比在医院要轻松太多了，因为这边人家有月嫂，24个小时呢给你陪护，知道吧？有啥需要随叫随到。崔弟晚上回家洗了个澡，换了换衣服，这个吹了吹发型，捯饬了捯饬，我去出去喝了点，喝了6瓶啤酒，要了40个串，要了一份这个花生米毛豆，要个酸汤饺子，这个吃了4个烤饼。西安这个羊肉串了给我们河南不一样，西安这羊肉串起步20升，起步20块，少了人家不烤，没办法。呀，可带劲，回来有点晚了，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媳妇多少有点生气了。主要是我的开心呢，我当爹了，我开心呢，知道吧？真的，我这喝了酒我都感觉可带劲，我喝了6瓶，我都喝了4瓶，我都没感觉，那酒下的老快了，一点都不晕。以前我喝2瓶我都晕了，我一当爹以后，我喝了4瓶我都不晕。哎，这弄的，哎，给我查一手。那就这吧，多了不说，少了不唠，这个我就躺着睡一会儿啊。我这个必须把还得把俺家的胖胖照顾好，必须把媳妇照顾好啊，这是我当丈夫的责任，当爹的义务，必须干好，就这意思。多长时间，好长时间都没有喝了，知道不？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我今天我就有点控制不住，想弄两杯，是这意思的。再见。